牛眠里活动中心集会所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尤其历经921大地震后，内部建筑多处损毁。县议员吴国昌接获社区民众陈情，特别邀集县府相关人员前往现场。在议员的配合经费补助下，即将进行集会所内部设施改善，以提供社区里民更舒适的活动空间。